俗话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身为子女，当然想让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。若你平常没什么时间陪陪父母的话，那就看看这篇文章，学习一下养生，教给父母，让自己的父母更加年轻健康。一、生筋草中医认为该药温和苦涩，具有消肿的功效，老人容易发生抽筋，而生筋草它可以祛风除湿，减轻肿胀，舒展血液，用生筋草泡水喝，可以起到清爽舒筋的作用，以及四肢无力等都有很好的疗效。二、肉苁蓉，我们可能很少见肉苁蓉，现代医学认为肉苁蓉具有抗衰老、增强免疫力、抗疲劳等作用，其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微量元素、维生素等成分，所以被称为沙漠人参。小编提醒大家，每天3至5克肉苁蓉可以帮助你强化身体。将肉苁蓉用蒸锅软化，切成薄片，放入水杯中泡水喝。三、决明子，决明子具有清肝明目、降血压、降血脂、减少胆固醇等作用，对于防治冠心病、高血压都有不错的疗效。决明子茶的泡法十分简单，只要用15到20克决明子，用热开水冲泡即可，每日数次。若能配上枸杞子及菊花，效果更佳。平常除了用这些中药泡水喝之外，也要保持好一个健康的身材。肥胖的人肯定是不健康的，所以要多运动锻炼，加上合理的饮食，再配合中医5方12的食疗法。中医认为，要改变一个人的身材，需要从5方及5脏入手，以12天为一个周期。因为人体的新陈代谢平均周期为12天左右，只有达到代谢周期才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，所以5方10补才是瘦身的最有效的方法。你平常有时间陪陪父母聊聊话吗？你觉得年轻人需要教给父母一些养生的知识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说一说哦。